那首先我们敬传承祖师了明和尚萨迦正空上师十六世大宝法王阿玛巴图登达尔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护摩祖尊莲花童子啊，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我们的贵宾，这个韩议员，那我爸爸啊。啊，谢谢大家，这个今天能够在这个阳光普照的这个日子里面，那么来到这个三义同修会，那么将来呢，三义同修会破土以后呢，就会盖这个三义雷藏寺，三义雷藏寺。那么我前几天刚从这个日本回来，啊，日本回来的时候啊，这个也在台湾雷藏寺做了一个护摩。就礼拜六做的护摩，是药师如来的护摩。那么接着呢，就在三义同修会，我们也办了一个这个动土开工的护摩的法会，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啊，去日本呢、啊、也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啊，最怕的就是下雨。啊，在外面走啊，都要打雨伞，什么都不方便。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啊，那个日本的天气，按照气象局的报道，是有七天的阴天，啊，七天的阴雨天，七天都是阴雨天，都会下雨。那我们到日本只有八天，只有一天可以看到阳光而已，其他七天都是阴雨天，啊，这不得了的。在游览车里面呢、啊，那么我是想说，这样子下雨，每个人拿着雨伞是很不方便的。那么就比来一个指示印，啊，在密教有所谓的指示印，指示印就是指示啊，这个虚空之中。放大光明，不能有阴影。结果我们在日本居然有七天的晴天，最后一天才是阴天，而且阴天也没有下雨，也没有淋到雨。这导游这个卧伞，这个导游卧伞就讲，这是他的功德。那么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的啦，啊，做了
什么事情啊，别人有功德，我们是没有功德，我们是没有，我们修行人就是这样子，一切就是随顺众生，都是随顺的啊，不能去争功啊，不要去跟他去争。那这里的破土啊，让我想起这个日本，我们在板南啊，日本的 Osaka， 板南就是 South Osaka， South Osaka， 板南的地方，大阪城的南方，有一个筑吉山雷藏寺，在那里建了静香上师，在那里建了筑吉山雷藏寺啊，那里呢就发展成为一个观光的地区，观光的。其实日本人呢、哦，他蛮本位主义的，本位啊，他的本位主义就是说，我日本的最好，别人的通通都不好，所以我们有所谓的 Japan 一级棒，日本一级棒，每一次日本讲日本的 Japan 一级棒，但是我们的筑吉山雷藏寺能够在 Japan 一级棒的地方，也要变成台湾一级棒。所以也不简单呐、啊，在那里盖这个筑吉山雷藏寺，是真的不简单。那么我们在长门的地方有一个塔兹米的堂，塔兹米达建堂。那么达建堂那里呢，也非常的兴旺，全部都是啊 Japanese， 全部是日本人来皈依的。那也知道，我们也知道那个上师在那里，就是莲长上师，他是石川敏行啊，石川敏行，他是真正的日本的一个医生啊，一个日本的医生。那么我就想起，哎，我们这个三义雷藏寺也是医生。啊，他也是医生出身的。在这个地方盖跟这个筑吉山雷藏寺是有仿佛的，是有，是很像。那我们所有的在世界各地的雷藏寺都在欣欣向荣，都在进步，都在精进之中。所以在这里呀、啊，这个也勉励这个三义雷藏寺，很快的成为这里、啊、最大的一个观光景点。当然呢、啊，也是一个修行的地方。每一次到三义雷藏寺、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问讲司机啊，我记得有一次是国胜开着车子，国胜有开过车子来这里有吗？啊，是你自己开过来的。还有这个连吉上师啊，啊，他的这个神机妙算很好，但每一次他都会开错。啊，他是说他是有神机的上师啊。我说好吧，你有神机的上师啊，你就开啊。开了怎么开了一次啊？好像也是绕了一大圈，终于找到，到了目的地。
那么这一次来啊，他一开啊，又开上那个往红岩的道路上走，他终于转回来了。这终于转回来了，莲宗法师啊，他就讲说：“哎呀，神机耶，神机呀、啊，已经开快要到红岩了，终于还可以找回来，你看，这不是神机吗？”这个我讲这样子的意思是讲说，将来我们三义啊雷藏是建成了以后，一定要请韩义人帮忙啊。韩义人啊，这个这么有义气的一个义人，他一定会帮忙。而且啊，不是只有一个亿啊，还有三个亿啊，三亿耶！这里上来的路哦，实在是惊险万分啊！惊险万分，这样拐的哦，这个拐不只是90度的拐啊，180度的拐。哇，这个是真的是李铁拐才拐得进来。哇，路也不好找，这个要进来的路也不好找，在山中的路也是一样弯弯曲曲的。那么我们呢，第一个就是路标一定要有，将来盖起来以后啊，要有路标，三义雷藏寺往哪里走，一定要有那个招牌出来啊，指示我们这个在多远向哪一个方向可以到三义雷藏寺啊。第二个，这个路啊一定要拓宽啊，能够宽的话两部车子可以交错啊，因为这里可能是产业道路了，产业道路就是一部车子，那么能够这个礼让的地方就是路比较宽的地方。那希望将来呢，这个路非常好走，那路标非常的清楚。那么晚上呢，到了雷藏寺啊，也要有路灯啊、哦，又有路灯，又有路标，又有路宽。那这样子才是叫做三义啊。这韩演他很大方啊，很大方，而且很阿沙里，阿沙里，他连续站起来好几次，表示说绝对可以办成。韩义莲支持我们三义雷藏寺，那么我们三义雷藏寺跟真活宗的同门也一定要支持韩义莲，一定要支持韩义莲。好，我们也邀请这个韩义莲啊，有空啊到台湾雷藏寺来参访，那么台湾雷藏寺的住持也在这里啊，这个样子，他那里的饭是免费的，不用客气啊，不用客气，大家都是自己人、啊，都是自己人，有什么需要的话，跟我们台湾内藏寺的住持讲一声，他也是三义，他也是三义。那我们在这里弘法度众生不是很容易，不是很容易。其实我有一个感觉，我们在这个人间呢，其实都是非常平等，都是非常平等。今天我们做大福金刚，
啊，我今天早上突然之间有一个感想，我觉得大福啊，是表示我们内心的平静，这个就是很大的福分。我们每一个人的修行人啊，他的内心非常的平静，其实这个就是大福。啊，修行人在自己的身心上面能够非常平和的话，很平和，非常的平和，可以讲身心已经修行成功，这个叫做无尘、无贪、无知。无贪、无嗔、无知，你才能够身心能够平和。啊，日本呢、啊，就叫他们学我们的语文回去啊，总是学颠倒，日本人。那么我去到日本回来，我们本来是讲和平，啊，都变成平和，啊，颠倒啊。颠倒变，日本人的文化是学中国的，啊，这个我们佛法也就是学中国，你知道密教的空海大师到了这个到了西安青龙寺去拜慧果老和尚学密教，回到日本就变成东密，传教大师到了这个五台山，哦，到了天台山国清寺去学密教，回去以后他的叫做台密，一个叫东密，一个叫台密，都是学自中国的。那五佛呢，他们学呀、啊、学这个东方阿初如来，西方阿弥陀佛，中央毗卢遮那佛，北方不空成就如来，南方宝生佛。其中一个东方阿初如来啊，里面有三个人，他们学回去就变成一个人，变成东方阿散如来，阿散，阿散，阿散好像是日本话，阿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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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阿散，阿散如来。我去看了五方佛，其中有一个名字不对，就是阿散如来，就是阿初如来，我们中国的才对，因为他从我们中国学回去的。我们常常念《高王经》，不是过去七佛吗？有过去七佛吗？过去七佛里面呢、啊，有一个居留孙佛，居留孙啊，他们去学了七佛回来，其中有一个名字也是弄错了，居留孙佛，居然变成狗留孙佛。那日本人哦，实在有影，他给他讲说安尼唔对，伊讲安尼才对。那拘留孙佛啊，过去七佛有个拘留孙佛，到了日本就变成狗留孙。你看狗跟拘啊，真的是差不多了。哎，一个是提手，一个是拘束的拘。拘留孙，他回去学错了，就变成这样子狗留孙。南无狗留孙如来，还好，还好没有猪留孙如来。
所以学习上真的是会有错误啊，你知道，你到那里去学，学回来，错了一个字，说十八罗汉，其实是十六罗汉，宾陀卢波罗多，就是搞错了，宾陀卢波罗多是一个人，是印度话，是宾陀卢波罗多，是一个人。就是长眉尊者，他的宾陀卢是一个罗汉，卢波罗多是一个罗汉，那一个人就变成两个人。说这个很多的误会啊，佛教有很多的误会，但是这个和平跟平和倒是可以讲。所以我从日本回来，没事讲心灵的平和。修行的最重要的，你行者就是要平和。所以佛陀讲过啊，无证就是佛教。那佛教里面呢、啊，有很多的争论，很多的这个争议，很多的这个误解，很多的排斥。这其实是不对的，应该大家应该要平和。要无争，无争啊，无争才是佛本身的教导。就是第一义里面就有无争，第一义是无争，你没有达到第一义，没有了解真正的佛教的义理，你就会起争执。真正达到佛教义理的，他知道什么叫做无证。所以我们这个三义雷藏寺建在这里，那么我们也要学习这个无证，要跟所有周边的佛教的团体要和平相处，跟所有的人和平相处，跟乡人和平相处，什么都要懂得忍辱波罗蜜，要忍耐，要得到，得到以后就会有多助，很多人来帮助你。那你修忍辱波罗蜜，你就能够无争。这是我们修行的第一点，修行的第一点。那么我们密教里面呢、啊，这个也展示，刚刚我看了一下，啊，闭眼。当眼看了一下，这是很多这里三义所有的三神都来到这里，他们每一个人呐、啊，每一个三神呐、啊，都是很奇特的这个相貌，那么聚集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这个护摩的时候，他们都到。可见我们三义雷藏寺是一定可以盖起来。这地方所有的三神全部都到了，都会来帮助你。那真的是一定盖起来。这里盖起来要不要三义啊？沙叶，应该不用吧？那还有剩的呢？剩的可以救济所有这里的所有一切的众生。我们呢、啊，自己有的要给他们，自己有了就要给他们。
我们不是自利，而且还要利他，这样能够修成菩萨。自己不但有益，他人也有益。我们的佛法非常好，教人心中平和，教人发菩提心去帮助众生，教人要不能行恶，要止恶，要扬善，要行慈善，也教人将来要成佛，而且密教还可以寄身成佛，就是你这个肉身成佛。密教的成佛有两样，一个是中阴成佛，中阴中阴就是说你过世了，那么灵魂出来了，那你得到密教的这个本尊的摄受，你一下子加持就成佛，叫中阴成佛。什么叫寄身成佛？你自己修行了，你身上有光明，把自己身上的肉身给它化掉，那么变成一种光明的佛，这样子就叫做寄身成佛，而不是经由灵魂来成佛。以自己的身体化为红光就可以成佛，这个就叫做寄身成佛。肉身也可以成佛，这是密教最特别的地方。今天呢来这里三义雷藏寺动土，我们希望这个三义雷藏寺很快的建成，很快的把它建立起来，那么很快的去度众生，让这个世界上非常的平和，非常的顺遂，那么一切众生我们不舍一个众生。那么三义雷藏寺也是在山坡地上，那么看得很远，地理非常的美。祝福三义雷藏寺早日建成，早日成就，早日度众生。也谢谢这个韩一言的道理谢谢。那么一切圆满，一切成就，一切吉祥，圆满的功德。